歌唱好看哈，大陆歌唱选秀节目呢，头一回在台湾开播，短短不到两个小时，官方网站上面已经有2600多条的这个留言呢，还有歌迷说呢，能够在台湾看到这种节目，好感动哦。我就在浪里。迷人嗓音加上真挚感情，参赛选手用歌曲打动全场观众，除了在大陆播出收视率超高，首度在台播放更是吸引不少粉丝。有人说终于开播好开心，能在台湾看到这个好节目真的好感动，许多网友热烈回应，节目才播出短短两小时，回应数竟然就突破了2600次。也许明天每一首歌都是代表一个故事，参赛者登上舞台，用尽全力唱出属于自己的故事。不仅在大陆行到不行，现在也开始在台湾感动更多的人。中天新闻综合报道。